比较好听的声音。对，只有两种出发音，一个是植被，还有一个是捂耳朵。因为直播的时候跟小伙伴们换了换耳朵，掉下来说如果声音好听，做的比较熟，就把声音做的久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对，可以延长幸福感。如果是寻找那种新的声音的话，就可以在一个视频里使用很多道具，然后呢每一个都少做几分钟，让大家最后看留言啊弹幕哪一个的反响比较好，这叫多次少量。为什么这个像那种离谱的伟哥广告一样的这个台词我要讲九遍我就死也要把这几句离谱的话讲完。然后呢，今天我学聪明了，我这次在片头问你们要三连，你们每次都跟我讲，哇，你技术太好了，你的视频每次都我都没有听到结尾就睡着了，然后你每次都在结束的时候要三连，所以大家就容易忘记这个事情。很好，我就看看你们谁在2分24秒之前睡着了，摁谁睡不着，摁谁就为了省那两个硬币，现在都在装睡是吧？音频切合一点，所以呢。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过，只要大家可以做到
些奇怪的网页，多看一些健康的节目，比如我小黄瓜的直播。对，你们只要少看那些不健康的东西，自然而然身体就不会感到肾虚、气短、胸闷、肝火旺、尿频、尿急。
受，所以录成投稿给你们感受一下。